去作好準備。嗱，我哋其實我哋個個都，即係我哋知道耶穌係真嘅。如果你想知道係咪真咧，我大把證據俾你睇，因為我係讀科學嘅，我係以前我係唔信有神嘅，我覺得係呃人嘅，係啲婦孺之輩咧先會走去學聖經嘅啫。咁我覺得我自己，我係一個好有，即係我由我細個已經決定，我要做一個，即係我自己同自己講啊，我要做一個即係有成就嘅人嘅。我所謂成就未必係賺錢，但我要做一個有即係能夠做一啲好嘅嘢出嚟嘅人。我好細個已經有呢種嘅心智，咁但係咧，當我認識耶穌係真嘅時候，我就全心全意去跟從佢，我就對耶穌有回應，因為我知道佢係真神。咁瑪利亞亦都咧，佢係有回應嘅。嗱，我哋一齊睇呢張紙啊，《約翰福音》第十二章第三節至到第八節，呢度咧講到耶穌去到一個人咧，曾經係長大麻風嘅西門家裏面喎，這個唔係瑪利亞屋企喎。咁耶穌咧去到嘅時候，瑪利亞就為佢預備香膏。嗱，呢個香膏係好貴重嘅，我哋一齊讀下《約翰福音》十二章三節，我而家開始。瑪利亞就拿著一根極貴的真拿達香膏，抹耶穌的腳，又用自己的頭髮去擦，屋裏就滿了膏的香氣。有一個門徒，就是那將要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，說：這香膏為什麼不賣32銀子周濟窮人呢？他說這話，並不是掛念窮人，乃因他是個賊，又帶著錢囊，常取其中所存的。耶穌說：由他吧，他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，只是你們不常有我。嗱，呢度咧，瑪利亞好特別嘅，佢係一早預備過，佢唔係話忽然間啊耶穌嚟啦，哇！我今日走去買呢啲咁樣嘅真拿達香膏啦，佢唔係咁樣嘅喎，佢係一早預備，因為呢個真拿達香膏係好貴重嘅，嗰個價值係乜嘢咧？係可能咧當時咧一年或者兩年嘅人工啊！你諗下一年或者兩年嘅人工，如果你喺而家做工，普通做工啊，譬如當美金啊，即係普通一個人啦，唔計技術人員啦嚇。譬如1000元一個月，咁一年咧12000元，可能兩年24000元，即係佢就去預備去買啲香膏，都唔係咁容易買，你都可能去到可能話啊未有貨啊，係咪？即係佢係預備好，我要為佢知道耶穌嚟，佢要去為耶穌膏抹，即係佢有呢個心啊。嗱，其實膏抹耶穌有咩特別嘅意思咧？其實冇乜特別作用喎，咁你搽啲香膏落去，咁啊香下啫，有啲人話香下啫，咁有咩意思咧？呢個係神感動佢，佢亦都係有個心，佢好想耶穌係出嚟香嘅。等啲人睇到耶穌係睇到係耶穌係好好嘅，因為耶穌真係行好多神蹟，好多人見到耶穌啦。佢話淨係睇到耶穌嘅眼咧，嗰啲喺經歷過見到耶穌嘅眼嘅，嗰啲喺異象啊見過耶穌嘅眼，佢都講到耶穌嘅愛啊。李瑩咧曾經喺大陸嘅時候祈禱見到耶穌嘅耶穌。他就是受耶穌的感動，他真的被耶穌 的愛感動的。那呢就那瑪利亞呢就會去買那些很貴的，即是他就儲起很多錢。你想想你兩年一兩年 的錢，你不是一兩年儲到的，是不是？你要生活的嘛，你要生活的時候可能你要儲10年20年你才儲到一兩年的人工，即是將整份人工拿出來來到去。現在他是女人來的，根本可能他都我不知道他怎樣有些錢，或者家裡的錢，或者他當時有什麼方法有些錢呢，這樣即是他不是，因為當時的女人不是好像現在女人可以出來做工的嘛，他怎樣有這麼多錢呢？他真的將他所有的有的東西，他的或者他的財物拿去換了，然後買去買這個真拿達香膏來到預備為耶穌膏耶穌，而就是為了什麼呢？叫耶穌香。而他沒有想一樣東西，或者他有想都未定的，但耶穌說他是原是為我安葬用的，即是當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，當我上十字架的時候，雖然那些人逼迫他，但耶穌在身上放出香氣的，雖然他受鞭打，但那些香仍在他身上，他是發出個香氣，那些人他會聞到這個香氣，因為神其實都做香氣的，香氣是給人一種很舒服的感覺。你去到樹林不是只看到樹的，當你聞到樹的香味，這裡沒有啊，這裡沒有樹的香味，當你聞到樹啲花真係有香味嘅，有啲花冇香味，但係啲花有香味嘅。有一日我喺醫院見到有啲人送啲花嚟，有個人話好香，我聞一聞真係好香。我真係覺得神做好好特別嘅，做啲香味。咁當耶穌發出香味嘅時候咧，
嗰啲人佢哋會諗到，即係佢哋會更加容易諗到耶穌所做嘅事，睇到耶穌嘅愛而受感動嘅。咁神就感動佢買呢個極貴嘅真拿大香膏，係佢預備好嘅。所以我哋如果為耶穌做嘅嘢，我哋愛耶穌係預備好嘅，唔係忽然間嘅。譬如我哋奉獻金錢，呢個聖經所教。咁有啲人話去教堂要奉獻，我唔去教堂啦。咁其實神俾我哋好多嘢，我哋每日有嘅嘢，我哋可以行路，我哋可以有腳。你睇謝先阿 Rick， 佢係冇腳可以行到路嘅，而佢爸爸可以跑66歲都係咁跑，哇幾犀利！即係佢真係操練嘅身體好，但係66歲始終佢係老人家嚟噶嘛。老人家佢咁跑嘅時候好辛苦噶嘛，即係佢可以有對腳可以去跑啊。有時我哋每日受好多神嘅嘢，我哋覺得係理所當然，我哋應該有嘅。如果冇嗰時就話神啊，點解我要冇咗隻腳？但係我哋冇話神啊，點解我有腳嘅？點解我會行嘅呢？其實我哋會行咧，已經係一個福氣嚟嘅。有啲人話唔係啫，你自己會變出嚟。其實科學係唔支持進化論嘅，化石係唔支持進化論嘅。嗰啲化石嗰啲研究化石嘅人，佢話咧人就人猿變啦，咁啊咁呢樣嘢咧好難拗嘅，人同人猿咧係好相近嘅。但跟住人又咩變呢？係老鼠變嘅。因為佢根本揾唔到另一種動物，咁係咪松鼠變啦？龍鼠變人猿唔可能嘅，佢根本揾唔到另一隻生物。佢發掘一個好長好長嘅空間，根本揾唔到任何嘅生物喺中間嘅。即其實喺呢個化石嘅記錄裏面係唔支持進化論。咁呢樣嘢你有興趣可以慢慢去講俾你聽嘅。即係當你睇到哇，我哋嘅腳同其他動物腳唔同喎，你知唔知啊？我哋腳屈前喎，我哋腳屈前唔係屈後喎，啲老鼠啊。嗰啲狗啊貓啊只腳屈後啊，但係我哋咧係屈向前嘅，我哋只腳會咁樣跪低嘅，可以祈禱嘅。我哋即係神造我哋係好特別嘅，神造我哋個腦係好特別。我哋唔單止會諗嘢，我哋有感情啊，甚至動物都係有感情嘅。其實動物咧，你睇到佢有一個 video 咧，我第日有機會去睇，有個人兩個人養咗獅子啊，細細只獅子喺屋企養，一養到大咗要放出去，咁啊放咗之後咧，咁佢就去揾個獅子喎。嗰只獅子見到佢真係幾開心啊！佢只獅子跑過嚟抱住佢哋，嗱當然佢哋抱獅子佢要學有技術啦。但係咧，你睇到就算動物都有一種懷念嘅心嘅，即係其實我哋好感謝神嘅，俾我哋個腦裡面咧會有懷念感情嘅，就因為神係充滿感情，而瑪利亞就有呢種嘅感情啊，對耶穌有呢種回應。其實我哋睇每一樣嘢，我哋睇我哋嘅身體每一樣嘢，譬如眼，點解會有眼蓋嘅咧？咁你如果佢變隻眼出嚟，嗰隻眼就唔會合埋噶。咁個鼻又冇個鼻蓋啊，個耳又冇個耳蓋啊，個耳又會咁樣神起，咁啊可以兜啲風啊。譬如耳仔成日會耷咗嚟，譬如如果你啲手咁啊，成日撐住咪攰噶，係咪？如果你呢隻耳仔好似個手咁啊，哎呀攰啦，我耷翻落嚟咁啊，真係聽嘢都冇咁好。但係耳仔咧就硬咗嘅，喺度咧就會兜風嘅，一行一行咁樣，就將啲嗰啲聲音咧就會傳入裡面，佢裡面又全部安置好曬所有嘅器材，令到你可以聽到嘢嘅，所以呢個係好特別嘅。嗱，當你逐樣去諗嘅時候，你話神，你真係愛我，你同我做得我好特別。神咧做每一樣嘢，唔單止係特別，係靚嘅喎，即係人嘅樣係靚嘅，係開心嘅。當人笑嘅時候咧，係好嘅，即係神咧做我哋，唔係淨係做個人咧冇表情嘅咁啊，係做人有表情啊。呢樣嘢都係，即係我覺得係好嘅。人嘅眼咧係全情嘅，係咪啊？一個就算個樣啊，你認為冇咁靚啊，其實都好靚嘅。不過你話啊冇啊，劉德華咁靚啊，龍英哥咁靚，但係其實佢都係好靚啊。當你睇一個人幾，就算你話佢冇咁靚嘅人嘅眼咧，都有靚嘅感情嘅。所以我話啊，神啊，多謝你有一個感激嘅心，就會對神有回應。瑪利亞就係咁啊，佢就感激神，佢就預備咗呢個真拿達香膏之後咧，點樣樣咧？佢一早有預備，佢冇忘記神嘅恩典。咁然後咧，佢就去買預備啦。咁佢話係好犧牲喎，因為咧係好貴重嘅膏油嚟到為耶穌預備嘅。咁但係當佢做嘅時候咧，耶穌係紀念嘅。當時咧，甚至猶大就喺度講説話攻擊喎，就話啲錢應該去換咗嚟去可以周濟窮人啦。嗱，但係後來猶大出賣耶穌。嗱，所以有時有啲人咧攻擊你，你唔好受影響啊。我哋會嘅，有時有啲同學啊會講嘢笑你啊。踩低你啊！有時人都係會咁樣樣嘅，所以踩低嘅時候。